当然，接下来我们进入那一家生产室。将门的门闸打开，站在你家面上，小指指向前端，挺身直立，双手放在背后，食指交叉，掌心向下，深长的吸气，将我们的双肩展开，双腔向外扩张开来，肩胛骨相合，腰腹部肌肉向收。从向上抬起，舒展我们的颈部，保持平稳的呼吸。深长吸气，向前弯曲，双腿弓直，上身和腰腹肌向前弯伸，直到背部和地面成平行。双手保持在背后，向后延伸扩展。深长吸气，颈部向上延伸。呼吸的时候，舒展我们完全放松腰身。如果是感觉费力的话，请将我们膝盖弯曲，用呼吸去推动身体的延伸，尽量将脑部向头上方和腹部伸展，上身继续旋弯。假设头部韧带的前面拉伸和脊柱的伸展，保持平稳呼吸，头部自然悬在。伸展小腿肌肉、韧带和手臂的肌肉，有助于发展颈部和胸部，让能量全面提升。用呼吸去感受身体的伸展。3、2、1，伸长吸气，将双手松开。呼吸的时候，弯曲膝盖，鼻腔特别肥，背特别松，胸特别肥，我们都要起身。放松在胸襟，活动在膝盖，下腹以下变平单，伸长吸气上头顶上方呼吸，呼气回到胸前。谢谢大家，生产室到这里就结束了。